近年人类不断捕杀鲨鱼，令数目严重减少，每年捕捉一亿条鲨鱼，当中7,300,000,000条造成鱼刺。而香港经济发展成熟，市场对鱼刺的要求大增，单以每年消费在鱼刺就有9,396吨，供不应求。鱼刺本身冇味道，只是坊间清晰有益健康。事实上，鲨鱼并不适合人类食用，因为鲨鱼身体含非常高的水银。其实东方思想入面，鱼刺从古至今被定为财富、地位、传统饮食文化、喜气宴会的象征。捕杀鲨鱼会令到濒危物种构成进一步的危险，而且食鱼刺只是象征式的代表，别无其他意义。仲冇益健康，你仲会唔会食啊？